啊、哦，你俩是正儿八经媳妇儿呗？啊、哦，没有，他抖音不倒全是八嫂，他每天各抖音不倒全是八嫂，轮流的来征婚、结婚、离婚。八戒，我都好几天没看到你了都，这几天太忙了，那媳妇天天就红到家门口了，难太难了。你天天的就跟你宠幸各种媳妇都来不及，你看又拉就跟你的小娘子，你都不想着你新哥了都。我没有没有，我刚才想拉你的，没想到他小我小媳妇我小姨子拉过来了。不是老师，赵鑫老师他。他那里页面里全是媳妇儿，他已经看不见男生了。对，八戒的列表里一打开，全是美女，全是小娘子。一开播十分钟，二十多个连我的，我老周都害怕了，都连我喊老公，笑一笑。哎呀，没事，别害羞，八戒，没事啊，你有媳妇儿，我祝福你啊。太多了，哎，怎么玩呀？哎呀，怎么一个跳舞说吧，一个跳舞，一个唱歌，一个全能的。我们小姨是唱歌，你看唱歌是吹牛主播，吹牛啊！但是全能，我们可以打麻将了，全能的再加一些。我新唱跳，我新歌的歌曲不能唱，他一唱我媳妇就要跑。叫声老婆，有人叫声老公，我也全跑了都。太上歌了没有，大姐没有、啊、一个也跑不了，他们都爱你，我跟你说、前段时间火了一首歌，更闹心，我的媳妇站在楼上哈喽哈喽，家住几楼，你家里有没有人让我去走，哎呦我的妈，全跑了。这也是赵老师的歌吗？我媳妇站在楼上，你专业花钱交三百，家住几楼？我老朱马上就没有了头，我媳妇全跑人家屋里去了。哎呀妈，这歌这歌八戒都知道，你看，哈喽哈喽。妈，大笑，你那个话筒可，你话筒拿给我们看一眼来。啊啊，好，拿回去吧。没事，不是那款。嗯嗯。来吧，八戒，你说吧。来放松自己。定吧。哎，今天晚上难受，媳妇全跑，我去，爽了。这身体不舒服。没有没有。来大姨夫了。大姨公来了。我家可不来人。好，玩一局。那个，我看一下，一二罚三四啊，还是立棍啊？行，一二罚三四呗。好，一二罚三四啊！一二罚三四。立棍是啥意思？啊？不知道，我也听不懂。立棍是啥意思？立棍是啥意思？一个人罚三个人。哦。他立棍吗？对呀、啊。八戒今天发烧了。嗨，我哪天不是？我没有，我今天挺稳的。今天马上就是妖怪，妖魔鬼怪。啊。全是妖怪。我以为八戒今天发高烧了。一二罚三四，行，好，行，可以。那先打了再说还是怎么样？哎，行，打吧，来，打完说，打完说，来。哈喽哈喽，家住几楼？他发高烧了，我不信。我丈母娘和我老丈人啥？这是个娱乐群，他不可能啊，这是个小娱乐群。打仗了，打仗了，众筹，我们先打架。我的心还是为你疯狂，还是站起来了。舞曲版的已经出来了。来吧，闭麦。我一看呢，榜上全是我徒弟啊。我几个徒弟飘了，兄弟们，一号嘛，兄弟们，小广学，欢迎广学，兄弟们，先欢迎广学。榜一东莞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话，点波关注。特别特别优秀的女主播，我希望呢，哥几个这样的主播都支持一波，兄弟们。你榜一、榜二、榜三，三个都是才艺主播，兄弟们。因为八戒直播间的欣赏才艺能力的比较强。就谢谢哥，谢谢高眼眶的比较多，兄弟们给榜上点上一波关注，兄弟们关注一波。我想榜一，东莞也是一个有才艺的主播，女主播老漂亮，兄弟们，我希望明天能给他连麦。榜二呢，明天呢去首秀户外直播，还有榜三两个姑娘，兄弟们，我希望哥几个。
没关注的话，谢谢多情的贝雷大哥。没关注的话，给榜上的前榜三个美女点赞，不关注兄弟们。谢谢小石头，别上石头，挣不多少钱，挺辛苦的，兄弟们，挺辛苦的。我希望那哥几个喜欢才艺的话，给他们点赞关注。谢谢咱们烟花哥，谢。大姐姐，要不要跟我去逛街看戏呀、啊？啊，今晚上就不接业务了，兄弟们，今晚上就不接业务了。那啥，关注是吧？好骗，这小孩好色哦。一万五是吧？榜一没点的话，就点不关注，还有小石头。榜二，明天的15号5点首秀直播，我也会出钻的，兄弟们，特别厉害，会能吹拉弹唱一样就通。榜三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姑娘，咱家的最有潜力的、最有能力的一个，感谢咱们唐十八号，最能力的兄弟们一个咱家的八家人的就主播兄弟们，还有咱们家榜四，人为人这么飞的大哥，还有南京大哥，还有我榜五六我的好哥大哥，支持一下榜七广群兄弟们，去 party， 感谢哎德哥，谢谢德哥，哎呦我的妈！兄弟们，今天晚上下单的就不接了，兄弟们下单的就不接了，有吗？有下单的吗？兄弟们就真不接了，哥几个不接了，你接的话这太扛不住。今晚好几个大哥说有事，你能帮我连小主吗？我给你刷三个华子。我说别，有空咱一起玩，别老刷华子，俩就行。谢谢狂十八号，狂十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谢谢狂十哥，狂十狂水都飘了。感谢咱们音乐字母大哥去 party。 刘飞看到我说的吗？芝麻糊大哥，哥，你飘飘哥说啊，一个行不？哥呀、啊，我看我直接大哥不低于10个兄弟们，你看，哥这么的哥，今晚上那个什么人，今晚人气不高，现在直播间才25000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啥时候10万加的再涨？感谢黑人大哥，谢大哥，快点 ，1 2 3，兄弟们，这一局第一名可以，去快点！感谢大哥，感谢的北大哥、黑人大哥、黄十八号support，去快点！什么不能？这我也不知道。